涡阵原理。涡阵的原理是，当空气中的气流经过盾体桥梁结构时产生分离，形成了周期性的漩涡脱落，并产生作用于桥梁上的周期性启动力。当漩涡脱落频率接近于桥梁的某个固有频率时，就会激发桥梁的涡阵。涡阵是共振的一种，当达到共振时，振动的幅度最大。涡阵虽然不会对桥梁造成毁灭性的破坏，但会造成桥面晃动，影响行车体验感、舒适性，易诱发交通安全事故。